金星曾说，男人出轨分两种，一种是好男人一时意乱情迷，还有一种就是玩乐人生，出轨成性。好男人出轨让人防不胜防，但出轨成性的男人却可以趁早远离，防患于未然。婚姻中最容易出轨的三种男人，聪明女人一定要早点看清。本性花心的男人，自制力差。结婚前就很花心的男人，结婚后多半也会出轨。一个男人如果情史很丰富，就代表他从来不缺女人，很懂得如何撩女人，而且没有耐心，不长情，不专一。这样的男人通常自我控制力差，喜欢新鲜感，喜欢刺激，面对一点诱惑就会把持不住。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表面上对你很好，但与异性的相处没有边界意识，就像中央空调一样，很容易跟其他女人保持暧昧的关系。面对这种男人，女人千万不能太天真，别以为你包容。鬼，男人出轨的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，挤一挤总会有的。有一种男人外表虚伪，内心狭隘，总喜欢为自己的行为撒谎，找各种理由。这样的男人说谎不打草稿，最擅长用谎话迷惑女人，嘴上说的信誓旦旦这辈子只爱你一个，可转身就用同样的甜言蜜语去哄别的女人。最可恶的是明目张胆的出轨却死不承认，经常会找借口加班出差，为夜不归宿编造理由。跟别的女人约会时明明是关机，却跟你说是手机没电了，假装跟朋友出去玩，但事实上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一旦被发现了，纸包不住火了，还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说是别人死缠烂打缠着他不放，还会跟你说最爱的还是你，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。这样的鬼话千万不要相信。男人的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，如果你原谅了他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说到底，装睡的人你永远叫不醒，冷漠的心你永远捂不热。金星说，选爱人不需要太多的标准，只要这三样：不骗你，不伤害你，陪着你。如果一个男人这三样都做不到，还背着你出轨，那么你可以选择一种潇洒的态度去面对，就是让他滚。今天给您带来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聆听。